小鹏好，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绘制一下这个微波炉的简笔画的绘制方法啊。首先看到呢，这边呢是两个微波炉啊，或者我们经常热一些食物啊等等这样一些常用的一个家用电器。这边一些按钮，我们看第二个啊，第二个的话呢，我们是现在呢，就来对这个微波炉呢进行上色啊。我们首先把这个地方呢涂一些蓝色，这边呢涂一些橙黄色进去。当然这边还有一些紫色呢，我们也给它加进去啊。至于这个外面的这大块呢，我们一会儿用那个马克笔来进行这个绘制。我们首先接着进行绘制这些把这个花呢涂一些紫色进去，再给它接着弄一些颜色上去。我们用这个灰颜色，稍微来一点灰色，算了，我们直接用这些来给它进行涂抹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看这边是一些，我用一些蓝色来对它进行上色，用这边这头啊，这边这头比较大一点。在这边我们来一些大概就是这样啊。我们看到呢也是颜色上呢看起来也比较的好
干了之后呢效果会更好一点啊。感谢小峰收看，我们就介绍到这儿。